负责所有馆内的投影设备，然后灯光、影像，还有所有的动画内容，另外还有音响跟音乐的制作。我们用了非常多的投影机，因为我们是 Chris 的总代理。那另外的话，我们用 Chris 的 Pandora Box， 这个是目前来控制所有馆内的影音的一个控制。那全部都是采用全自动化的一个控制。进来之后，其实就是馆方需要我们传达的是一个大家跳入这个蓝洞，只能进入这个海里，然后进到这个水族馆。那所有的东西都是点跟线去构成的。这边是水母翁花筒，那这边其实用了大量的镜面，所以在投影上面其实是非常困难，因为光会随便的折射。那八仙岛这边是希望我们传达的是一个很梦幻的一个感觉。三五的部分的话，其实最困难的也是在，因为我们是从建筑本体都已经好才进来，所以当初我们是在设想投影机的位置要在哪里。那最后我们是把整个天花板重新去除。那另外的话就是说，我们一样使用 Chris 的补光技术，所以其实在游客在互动的时候，他也不会因为他的影子挡住了所有的画面，所以其实在整体的一个互动的体验来说是非常的完美的。这边我们用了八台 Chris 的投影机，那三台是打地面，五台是打墙面。那另外的话，我们增加一个雷射的一个感测器，主要是它的鱼群投入到墙面上之后，它需要去用它的双手来触碰这些垃圾，把这些垃圾清除掉。那这个就是传递 SPAR 希望传递的是一个爱护海洋的一个理念，在一个地方。这区就是亚马逊雨林，所以一进来会觉得非常的热。那另外会非常的潮湿。这一区我们做了很多植栽的一个布置，另外还有声音、灯光、闪电的一个效果。今回館内演出っていうのは X パークの中でも非常にとても一番重要な要素になります。今回複数社の協力会社さんから提案をいただきました。その中で我々の掲げるリアルパラレルアクアリウム、少し不思議なもう一つの地球というテーマ。をただ一度オリエンテーションしただけなんですが、その意図、コンセプトを一番的確に捉えて、それを演出というアウトプットまでワンストップでご提案いただけたところで採用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他们希望把所有的日本的一个整体的娱乐，在尤其视觉、灯光或影像的一个传递到台湾来。那我们希望可以达到一个最完美的一个效果，给台湾的游客来这边体验。